5月20号，国潮品牌龙的传人全球品牌启动发布会在常熟举行。作为品牌联合创始人，王力宏也惊喜来到活动现场，为品牌站台助阵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在现场演唱了同名的歌曲《龙的传人》。虽然出道已经20多年，但时间却从未在他的身上留下任何印记。再看也是和刚出道时一样的帅气。谈及这次做潮牌的契机，王力宏也是直言：“大家逼我的。”其实，真的是大家逼我的。出道这么多年，我参加这个无数的什么电影节啊，在国外的、一些音乐颁奖典礼啊，一些活动啊，演唱会啊，录制的电视节目，你想想看，我的团队每天都得找多少衣服啊。然后服装以前不是我的专业嘛，但是因为做这么多的创作，这么多的音乐创作，这么多的电影创作，发现我很渴望我的穿着也能够体现出我的音乐的理念。我也希望身为一个艺人，我的视觉能够帮到我的听觉，所以这么多年就开始研究，然后也是一个我有这个需要嘛，这个是我痛点嘛，所以就才开始说那我就自己做吧。也是略有耿直了，不过出道这么多年，每次出场穿什么怎么穿也是煞费一番苦心。如今创立潮牌，不知道自己的时尚观是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潮流是什么意思呢？潮流就是海最上面的这一层啊，它有起有伏吧，有起有落，这个才是潮流啊，就是流行文化。但是因为它有海，它有这个深度，它是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，它有深度，它也有长度，这个大海才有这个潮流嘛，这个边缘的一些新的突破，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潮流跟流行文化，也可以说是透过音乐也好，透过电影也好，透过我们的服装也好，这都是我们的软实力。除了创立潮牌以外，对于音乐这项本职工作，王力宏也是丝毫没有疏忽。不仅在举办场场爆满的巡回演唱会，还马上要录制音乐节目，担任导师了。音乐方面，我这个《龙的传人》2060世界巡回演唱会都还在走。最近也是接了《中国好声音》这个新的节目，对我来讲是新的节目，对大家来讲都是很熟悉的节目。但是，我第一次做导师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，对我来讲一个很好的尝试。跟机会。